这不是那个手下败将吗？小矮教练，你帮他揉什么呀？也帮我揉一揉。哎，你说的对，对待无法博以尊重的人，是应该给你点教训。 在一不在拳击馆，二不在训练场，我也当然不是你的教练，我只是一个被你骚扰到怒火中伤的普通人。太帅了，刚才是不是特别爽？以后就应该这样，随心所欲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切实咔嚓发泄出来。你要是实在不想说，这不是还是有我的吗？我愿意24小时无休做你的树洞。 真痛快，就是有点后悔。刚才应该打得再重点。不着急，下次我来。哎，扶我一把。来。